为什么呀？在最高的情况下，我现在有没有必要在接下来的活动中把现有的1800颗原石全部打下去电磁啊？你还不如繁殖呢，我说实话，妈罚你去宿舍里跟他妈的马兰大繁殖。好，我们先看啊，01说的想问这样一个问题啊，那需要交代一下这个问题的背景。